的这个咖啡液，多刷一点。喜欢咖啡味浓一点的，可以把这个手指饼干完全浸透。一般我们这个提拉米苏是做两层手指饼干和两层马斯卡彭奶酪糊，最后顶部有一些不平整的地方就用刮刀大致刮一下。其实家庭制作来说，这个步骤可以省略，好吃就行了啊。冷藏3个小时，等待完全凝固，然后撒上可可粉。一般商用的可以用这种铁盒装，一盒1600份，还是很方便的。我是特别喜欢用保鲜罐子去装它，挖起来吃特别过瘾。但是罐子的高度呢会高一点，一般我会把手指饼干层和奶酪层做到3层。大家家里有6寸的戚风模具多，用戚风模具来做提拉米苏也是非常的方便，而且还好看。不想洗模具的可以垫油纸，特别方便。商用版的配方我也会给到你，其实就多了一个吉利丁的添加步骤。咖啡搭配上提拉米苏，美美的下午茶搞定。6寸的分量一般家庭来说足够了，一人吃个2小块绝对没问题。在我家的话感觉是还不够吃的，所以我一般做的话都会大分量的做。点击我的头像，主页有很多实用的烘焙教程等待你打卡哦。